老铁，不瞒你说，最近有个事儿太让我上火了。咋的了？我爸来缅国，因为是党员，到机场直接就被遣返了。这个事好办呀，出国移民美国，抓紧办理退党证书，可以证明清白，国际社会认可。好办，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吗？哎呀，简单，在网上就可以办，直接上网站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，一下就办了。赶快抓紧时间，来得及。真的？别骗我。哎呀，不骗你，来，赶快的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来，干。